係咁，大阪城嘅咩歷史咧？唔喺度講啦。但係依個天守閣即係叫大阪城咧，經歷咗三代嘅啦。第一時代就秀吉時代就豐臣秀吉啦。1505年，哇，都成哇400多年歷史喎，孔子31年啊，呢個程度。第二個時代就德川時代，即係德川家康咯。咁樣統治40年噶啦，去到1665年，跟住即係到而家噶啦。入去先，聲下聲。而家入邊咧，變得好時代啊！咁咧，一樓就入口啦，二樓就展示室，3樓、4樓、5樓唔講，大家自己睇啦。我最重要係睇到8樓展望室。